好久没有录建房子的视频了，今天来录一期苹果建房子。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苹果，但其实它有点像樱桃。好了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娟娟建房子啦。你们猜猜看，我建房子的技术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啦？苹果里面的空间挺大的，所以说我们做点楼梯方便行走。新版本这个花太好看了，紫色的颜色，这是娟娟最喜欢的颜色，所以说我要多放一点点这个花花。考虑到苹果房子里面的空间，娟娟决定做一个隔层，楼上做卧室，楼下做厨房。前段时间没有怎么更新视频，就是因为参加一个活动，希望直播拉票，所以说视频更新的速度就慢了一点点。那么这次活动娟娟终于晋级，同时可以去海南了，因为这个活动是需要去海南参加她的一个观礼的。哎呀，想想就很激动，娟娟可以上岛了呢。也感谢君宝们的每一张投票，娟娟在这里再次感谢了哈。中间的装修过程咱们就直接跳过，直接给大家看成品吧。你去看一下成品长什么样。进来过后就是我们的餐厅，有我们的烤肉披萨，香喷喷的，还有娟娟的金星厨房，是不是很 nice？ 主要是这次更新的这些花花特别的漂亮。从这里可以去我们楼上卧室看一下，楼上的卧室的话还是很温馨，这边就是我和大猫睡觉的地方了。然后我们再下去看看别人的房子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家小文文做的房子呀。小文文这个灯做的好别致哟，有点古风的味道，里面居然养了这么多条鱼，这是一个海景鱼房。这也是一个双人床，还有一个电视，书房好像都没有做厕所，和娟娟一样都要去别人家借厕所用，好惨。下一个是我们小可做的，小可居然在外面放了这么多的烤肉披萨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先吃几口。进他的房间看一下，房间这下去这感觉挖的有点深啊，这是一个卧室，有点拥挤。哎，他做了厕所的，好，娟娟在你家借一借厕所。不过你这个厕所怎么没有门啊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这个是我们家倒霉熊做的，倒霉熊这还做了一个小喷泉，好清凉。这个厨房做的好好看，这个电视机做的有点大，还播放着音乐。这是卧室，怎么都放了这种的床，橘红色的，为什么不是公主床？下一个是我们樱花装饰的呀，樱花你居然还做了地下室。不过呢，先吃一下你的烤肉披萨，毕竟这个烤肉披萨看着太香了，娟娟只想吧唧吧唧。床坐在这个上面呀，地下室有什么惊喜吗？哦，地下室是个马桶，对不起，马桶居然在地下室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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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我们月月新花做的一个，这个苹果房子做的怎么这个地板的颜色看着有点奇奇怪怪的，还漏了，你这个下雨的时候会漏雨的宝，赶紧把它补起来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童谣做的，童谣这个拱门做的好粉嫩，比较适合大猫。这还有一个泳池啊，这应该是个鱼塘，不是泳池。哇塞，这个房子做的也很好看，布局和娟娟的一样，楼上是有我们的床的。先把他的披萨吃两口，这个厨房做的好好看呀。上面这个小文文怎么躺到别人家里睡觉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忘了这次给自己做化妆镜，幸好在童谣家里有化妆镜。这个是雨珍做的，临时做了一个厕所在门口，这是公共厕所，5块钱一个人，对吧？其实这个好漂亮，这个上面还烤着披萨。好，但是这里没有做点围栏，感觉起来过后容易掉下去摔个屁，幸好这个高度不是特别的高呀。婉晴的房子怎么做了这么多个马桶，马桶边上还有烤肉披萨，坐在马桶边上吃烤肉披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楼上的卧室很漂亮哦，对面是床，床的对面是书房。哎，这个布局还是很可以的。这个是坤坤做的，坤坤你这个房子怎么放了这么多的轨道呀？倒霉熊居然还在坤坤的床上面睡觉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大家的房子都看完了，不知道粉粉们最喜欢谁的房子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娟娟。